专场演出我一共演三个节目，这是铺到中期一个阵容的啊，一个阶段的。刚才这个也是我们师哥刘鹤春、关鹤白、哭四叔，也是一个传统相当优秀的节目啊。这回的阵容也是相当的强悍，一会儿呢带上来的有一些了不起的相声演员啊，大家伙多期待一下。我们哥俩呢来说吧，从一年堂啊来说，跟人家比又是不一样。是，人家这些哥哥们来的时间都比我们久。贺春老师说相声得小20年了啊，说到现在这股潜力吧，也是没有想到啊。俩人合作时间不短了，哎，哎，好哥哥，我们也是跟人家学习。你这都是我们的前辈老师。那可不嘛，但是整台节目你说。说相声说得好，表演好的是谁呀？我大爷，还是得说说我，对吧？刚才来节目，大伙儿也瞧见了，朱老师表演欲望很强。对，是。好的，朋友来说吧，对他的了解程度可能仅仅局限于舞台的相声。哎，是。其实并不然啊。为什么朱老师舞台掌控力这么强啊？就是自小学的都是一些影视表演。那也不必骄傲，真的，表演这方面人家真的很了不起啊，相当优秀。是是是，来这都没摆人啊，你得给老师展示展示。那这可以展示，我给老师哎讲解讲解这关于表演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几个人欠缺的就是表演的第一要素就是这个人必须得来。多着脸当捧你们，哎，这个人必须得来。你要说这是存在于屏幕之上吗？这叫电影。对，好，就是电影这些，比如影视剧的表演，影视剧的表演呢，真是有时候不太行，因为我没接触过。哎呦，我拍过的戏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哪个戏？你说说，对于咱们这些哪个戏你参与？北纬路甲一分。没有，你别着急啊，早晚会上映的，对吧？还有吗？没有吗？就参与了一个，那还不错了，还参与一个了。平时我是在家里面研究这些呀，研究这些，那各种表演体系你得研究啊。这玩意儿分表演体系，嗨，那不是梅兰芳表演体系？梅兰芳是哈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。布兰希特表演体系，这您都得研究了。三大体系，对呀，这原来是三大体系，现在呢也是三大体系，没有人往底下。我不太懂啊，表演影视剧这些，它的讲究是什么？讲究是真实啊，就语言啊，哦，状态这一下，观众哎知道了，就是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那德行，就哎别说话，就啪就知道了。就有时候我看那电视啊，有好多的演员。李雪健老师，李雪健啊，我知道，就是特别了不起，那是我们老校长了，那是，不过啊，那我们老校长了，学习过，对对对，老师啊，没有过多动作，一个眼神想表达，他能感受到，对，因为我老师是做完这个喉部手术以后，他很少说话了，那他就靠眼神的，但是这也了不得，还有这谁那眼神也不错，那叫霍金。霍金他也是一个眼神旁边助理就懂了，因为要想让他说话确实是很多大夫都努力过，属于是快的，是他是这个眼神，对，所以这眼神呢就是能传达，对对对，也算有语言表达嘛，没错，好厉害，这你懂吗？可以啊，能展示啊，我的老师教过我呀，教过什么呀？我的老师教过我这表情，面部表情，各种心理，各种状态，都能表达出来。艾斯贝肯经的教过咱呀，喜怒艾斯贝肯经。对呀，朴素新老师，这是我们班主任。笑有17种笑，大笑、哈哈、小笑、大笑怎么分呀？不说一个笑哈就完了啊，太愚蠢了。这还分那么多？还没够，这我还没受过气。这个玩意儿一讲，真认识，太坑了啊！真认识，那阵儿我们仨不在一块儿。那个濮存昕，还有那冯远征，好，没有冯，那是不带何冰，何冰他是那芝麻胡同的那阵儿。芝麻胡同就是冯远征，对，濮存昕，濮存昕，我，这三个人是不是有一个人不很突兀？不是，我们倒不嫌弃冯远征。
他确实，他有一阵当领导了，他出去拍戏，但是演戏那点戏演的好，劲儿还在。哎呀，不要和莫非说话，到现在我看都害怕，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我现在看梅婷害怕。这是不好比赛多害怕，对，太害怕。哎呦，这比赛还不做的啊，就是看着真厉害。对对对对，你行啊，我行啊，明白了啊，别给大伙展示一个啊，别展示了，一下子让观众知道，哎，感受到了，喜，哈哈哈，我好开心，哈哈哈，愤怒，我好愤怒，难过，我好难过。多新鲜的，他妈你是听见的，感受到好开心、愤怒、伤心，都是都说出来的。我能，我得表达吗？那种感觉吗？我能说，我能说，我还用眼神儿干什么呀？奥斯卡霍金。我知道你能说，但是人那种状态，不能那种，就是一愤怒还不说话，那种感觉，哎呦。生气不用，造物主费这么大劲给我弄个声带，我却选择了闭嘴。有病啊！啊，就是给我现出来，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。对呀、啊，比较直观，那个表声带也行啊，心里那个歪可以啊。对，那个没问题。行。六、二、四、飞。你是怎么感受到厉害的？这都是感知，常看话剧的人都知道这种，话剧演员都这样啊，这脸脸跟钢板似的。哎，你掏出来骂他们吗？我说您看在舞台上有点话剧腔吗？这是前几年演戏留下来的。这你说话剧腔啊？剧腔，剧腔。对对对，不是，你不没有表情的演？对呀、啊，你想我连表情都没有，我还没有语言。这个戏还能找我？我还说我这投资方得多厉害！你说我得试了多少钱吧？那你是这金主爸爸？这全是内心戏，不是那些人家演戏，人家有台本，有剧情，怎么来怎么去。不是我这意思，就是你要考试去，不能让你演一个小剧。那咱得说呀，是剧情不剧情？在一个剧情里就行。对，人老师告诉你，比如说夜房。啊啊！你端着澡盆去洗澡，进去洗到29分钟的时候，发现这是明澡堂子，你怎么办呢？出去呗，凭什么呀？学习对呀、啊，这人就是你的。哎呦，没毛病。我这人就是后来就不演话剧了，就老打记出来了，没了，打灯谜，让他学会了，打灯谜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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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的还是电影版张国荣老师那版，还是一个太监的角色。或者那个说错了，小尼姑娘多少？拿这个，这有一吐血，咱俩就结拜，行吗？结拜，结拜，不完了，不是，咱们演的霸王别姬，霸王六，霸王对呀，霸王别姬，不是一口屎啊，霸王汤啊。不是那个，哎呀，嗓子小点儿，哎呀，不是这些就演戏。回归历史，霸王别姬那个。历史霸王别姬。对，啊，就是那哥们儿。那哥们儿，西楚霸王嘛。那是那咱老郑州人呢，怎么那能在场？他也郑州的，他哪儿的？不知道。郑州。是不是咱我不知道，都是郑州的。天津的，天津的，霸王一说话真是话啊！来这个，别气，来这个，来哪个桥段啊？我喜
悲情一点的，就是这个。那个十面埋伏在主播的时候，就那个被围在垓下，被围在垓下了，然后都是那个汉朝兵马给掩着围那儿了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水呀、啊、凉的水给断了，对，然后捧着小盆儿，啊，就我这个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你别捧盆儿，你干了水。我没有想到你们这种专业的相声演员都是这么下三路的包袱了吗？就是对，你是想要下三路没人吗？不是，严谨点啊！人家是大帐之内，人家霸王于气生死离别。哦，于气死了，霸王整天跟人家这个刘邦啊，人家对打。哦，行，还是就严死了。那咱分一分角色，您来谁呀、啊？我这这个我来这个。我来这霸王，我来二霸王。你来二霸王，你来乌骏马。哦，你是不是二霸王？我不是你来吧？那我演谁呀、啊？你来这虞姬呀。霸王虞姬吗？这有。我能不能掏出出来一个霍金？我是别人，我就能像虞姬吗？你像，像我像像，你太像虞姬了。你看他都快哭了吗？虞姬，你有这个位置，行吗？适合演女人，那我就来这个。对他当时是什么状态呀？带着生死离别之际，咱俩说那么几句话，然后呢，哎，我这边抒发感情，最后一毛宝剑，你那边一死，死之前对我说出了三个字，说的是我爱你。哦，然后这部戏就这么完了。就非得临死之前说出这个是吧？哎，人家就要这个，死之前都是三句。明白，明白，演得出来吗？演得出来呀、啊，没问题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拿一个小纸板儿过来，一个小纸板儿，道具有吗？这干嘛呀？上面写着是虞姬，然后贴脑袋上。不用你，你就是虞姬演出来的就行。就是这感觉，人家知道你是虞姬了。行，您这我是虞姬，你为什么穿一超短裙？超短裙，我得穿着利索一点，霸王嘛。哦。小霸王，小霸王，哎，我这霸王的干练哦，一个女人有点这个魅劲，来，拿手去，别，你别擦了，行吗？他妈凉了，被褥盖下了，哎呀，这是霸王，虞姬那个状态啊，来了，哎，然后呢，我就是，我就接，接，来。宝剑啊！哦，小宝剑。什么宝剑呀？我这便宜。便宜。这啊，您您感觉？在干嘛呀？你在这干嘛呢？心灰意冷。你跟我过日子不开心吗？对呀，敌人都给咱们围住了，这爷们还想看我的手？插上去，你老看我干嘛呀？我是不是弄不过吗？现在是，咱得想法出去，别老想着我了。别见我了，快点出去打架去。我现在我就打不过他呀，我必须得让你死啊！你打不过他，让我死，你是一个好男人。这样，别去，我去。你去，你要把他跑了怎么办？那我不就活了吗？上头一丝生机，在这儿死去。死去。你们兄弟，女人，你是个女人。女人，我是女人，我太开心了。我这人混这儿，我爷们打不过他。我爷们打不过他。瞧不起你爷们儿吗？成年霸王，都臭臭霸王。谁出小门儿？不行，我平时我很英勇，但是这个人们都走麦城的时候呢？哦，行啊。那我不成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成了还不让我走？我要得死！你他妈心真碎呀！我他妈娶这娘们儿了我！我还想，我怎么跟了你了？我跟刘邦，这他妈不有刘邦妹妹吗？哎呦，那可能就是刘邦死故乡了。行，
去那行好了呀，咱们先吃点龙虾嘛，就是跟着倒霉爷们，你说那个龙虾榨菜也好啊，倒霉爷什么也没有呀，我这么愣着吃，来呀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快点。哎，说词儿，你也记得说词儿，那仨字儿你记得说呀。提拔山西，我爱你。你他妈爱早了，我现在不让爱，内心你爱我是内心的，你一会儿再表白行吗？我这是我文胸气概呢，来吧，第一句出来，小霸王快点，我气都不行。力拔山兮气盖世，直不离兮追逐世，我爱你。又早了，你的爱怎么老这么突不突然呢？突不突然，真的你干嘛呢？怎么爱你呢？我怎么等是什么？你看着我啊，我就看着我，死了吗？内心的心都要死了，我这不是开心吗？我一会儿就死了，我就饿了。力拔山兮气盖世，直不离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？虞兮虞兮奈若何？又早了，又爱早了，又爱早。死之前，哦，兄弟们，一会儿我这羽毛宝剑啊，咱们你死之前，好好好，来吧，爸爸，于心于心，耐住，于心，吓死，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啊，我爱你，好。我干嘛呢？那不一猫宝剑，我不得死了吗？我一猫就死，我猫宝剑你死啊？干嘛呀？从这撤到你那儿了？我也没捅你，我也没拿你呢。还得等会儿。你是这么想死的？你真是爱也爱不出去，死也死不了。哎呦，你把我交出去吧！我跟他们说说，放你一条生路。我跟他们说，怎么这么想跑呢？你看，83万人马霍霍我。83万人马，我他妈多了，这是。得打听海。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我对爱你偏心。原来是阳光。
外面去，我弹着跑去，跑去找这刘双姐。你这么想我吗？你不放我走啊？你不能走，你得死。好，明白了。你得出一通，你得死。你能不能扎这儿？因为扎这儿我有点疼。你扎这儿试试干嘛呀？哎呦，你扎我后背，你刚才安的西班牙斗牛的呢？也不好往上扎。亮。对。我跟你闹的是吗？我跟你爸爸，我跟你闹的是吗？来，快爸爸，走走，来。你问费翔去，你别问我呀。
点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这个行不行吗？行，来吧，我有感情的，知道吗？行，来吧，这样，我再倒上倒上，我还得。哦，这纣王也是臭豆腐，那是否决的，还得。给他们那个衣服和两个扣儿解开，哎，啊，这有点不尊重史实了啊！人是整个上面全脱了，对，没有真的。哎，大概还是别，没内衬，对。哎呦，这还正主演出一个穿一个这样的秋衣就来了。我也不找你了，我发现我也找不着你。找不着，这儿该说。
我韩哥找你来了。没人儿，我来了。没人儿，阿柱，阿柱，阿七。你可爱姑跟我一起我们跳舞吧，我们跳起来，我最喜欢跳舞了，跳起来，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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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